首颗低轨宽带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星飞向轨道，它将会建设一个覆盖全球的低轨道宽带卫星通信系统验证关键技术。啊，通俗一点讲呢，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地面的这种互联网啊搬到天上去。这鸿云的第一颗卫星呢，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颗真正意义上的宽带低轨的这个小卫星，应该说对我们小卫星特别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呢，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。目前来说，我们的地面网络可能这个有很多地方是覆盖不到的。我们进入山区，发现电话也打不通了。那么将来有这样一个星座在空间进行支持，甚至包括我们的大海上，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互联网的访问。